拿这条经过，我到现在真正就艰苦啊！阿伯，叫他头疼药，啊，平安些带走。是啦，我。 我真正艰苦，我真正艰苦，我真正艰苦啦！姚母，姚母，你把你拍给他，你两万九，两万九。啊！你把你两万给，你快收息。啊！啊！ 你就让回去，跟苏华做伙啊！阿哥有送伊双层，等你回去干唔干？我即摆只要，只要把酒拿开起来，我就想到咩啊？阿哥过世，我想到因是安怎设计个，这条线，我一定要先偷偷回来。好。 等你渡过这个难关，我陪你走回去。大爷，大爷公爹，等我渡过这个难关，小大爷，你是不是拢先先带去啉一杯咖啡？要不，唔是大爷，你都唔是讲你帮助我渡过难关，我饮一嘴。 我啉一嘴就好啊！你先我啉一嘴啊！我较爽快啊！你我保证，我以后我绝对袂阁再啉啊！不行，赶紧落去！你一世人都改袂过啊！大爷，我拜托你，我啉一嘴就好啊啦！姚波，你已经改一段时间了，我坚持落去，一定会成功的。是啦，我即摆我真正已经挡袂住，我挡袂住啊啦！ 要不，坚持落去，你对你家己要有信心，你要有信心。你好啊啦，你别来讲讲好听话啦。你起码你根本都唔知我的痛苦。小莫，你别想我，你不会出去，你不会出去，你不会出去。站住！你要害我哟！我不是要害你，你不会出去。我出去。 你不会出去，你不会出去，出去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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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出
静静，我已经给你解释过，我甲静文早都已经无交情，是安怎你一直要针对伊对付？是安怎霸凌会馆给人检举？你认为是我做的？我即马阁解释一遍，当年我甲静文分手，我开始对伊感觉亏欠，也毋过迄只是人甲人情分的亏欠，甲你心内所想，迄种男女感情是无共款。所以你爱我认为，你大家去霸凌会馆，拢是去应人情的。那呢，你个嫌有够啊！要不的代志，够真侪起，点要查清楚。我甲青木社长等咧想办法要调查。等所有代志结束以后，我一定给你一个完满的答案。也唔过伫咧静静，我拜托你，卖过去找静文的麻烦。啊，若无你只是破坏我甲青木社长的计划。阿曼达，你有听到吼？这就是查甫人的借口。
今麦甲盛芳集团事业可能唔管，有人去做检察官调查代志。就当诶，你开始是误会啊，唔是雷锋去检举诶。而且我孙雷锋虾米身份？我若想要处理迄种伫咧酒店上班诶人，我敢需要家己动手？我有足侪方式，我无需要家己降低身份去对付这种小三。唔是你，就唔是你。你敢有事啊？讲啊，这么歹听，共看啊，这么假。那是人的职业。假使你心内无怨妒，你敢有事安尼共口说？周信桥，你今日到底食唔到什么药啊？要不出代志之前，我敢要人拿一届甲你讲过，问题一直出在你啊身上。结果呢？你唔相信家己的兄弟，等你去相信一个二十多年无见过面的初恋情人，你想过大细心吗？以我对静雯的了解，伊绝对无可能做出犯罪的代志。你今麦到底是咧想啥？敢讲你嘛和咪也袂调啊？就当诶，我讲一句公道话，即边你确实有淡薄失去分寸啊，无怪雷洋的反应这么大。好，刷刷去。八零会馆的代志，我会继续调查。请姚母甲静雯姐清白，其他代志你莫管了。周信桥，你可别听到，周信桥。白杨母已经把人伫倒去。你晓得倒去找伊创啥？到底是有啥物代志？白杨母求我了，都闭起来，害我一个人承受这么大的压力。即马大家拢认为讲我是无检点的查某人，我爱伊出来面对。你跟伊讲，伊到底伫倒位？真实的，为了姚母。为了真相，我无可能跟你讲。所以一个害人的人，会当受到保护，受害者算唔免。静雯，姚母凡是对你做出无应该做的代志，严哥伊袂骗我，我一定要查出真相。真相在你的面头前，是你无愿意相信。我想要查出真相，唔敢是为了姚母，嘛是为了你。我想要知影，你是安怎要对姚母下毒？虽然你即摆打扮佮谈吐，佮以前完全拢无共款，也毋过你的眼神，犹原是几十年前，迄个我熟悉的静雯。静雯袂做这种代志。好，真相，你常常久久讲袂出真相，啊，毋过二十八年前的真相，你哪一句话拢袂讲？你是真正拢放袂记啊！还是你想要假做，这一切拢无发生？什么真相？当年你雄雄要跟我分手，害我一世人变个不幸的真相。变个不幸？对，一个我上爱、上可靠的人，讲变就变。我搁会当相信啥？我为什么要做一个好人？我为什么要对别人真心？就性格。就是因为你当初什么拢唔爱讲，就离开，才会有今嘛一个这么自私、这么狠心的你啊！一个连我家己拢讨厌的你啊！静雯，我唔知啊，我真正唔知啊。你嘛唔知啊，你对我来讲偌重要着？周信公，你赢。就算讲咱永远拢袂做伙，你已经伫我的生命中留落足大的伤痕。安尼你敢有满意？好，我讲，我甲同你的情绪拢讲出来。当年我为着重视替我妈动心脏的手术，我冒着性命危险，甲我两个结拜兄弟去到南亚走私全球。我唔知这一去，我是不是会当活得转来？我无想要拖累你，所以我就忍痛跟你讲分手。你明明就知影，你若是讲出嘴，我绝对会体谅你。严哥，我行去当时，你才开嘴对我讲一句：“信强，莫走。”我知我一定会留来。后来我对东南亚，
我死来都心转来啊！我写批予你，要你见面。我想要向你说明一切。我希望你会当回来我身躯边。不过一切拢上万啊！你伫对我切心，所以你无来甲见面。这段过去，是我人生中上大的污点。 这二十八年来，我伫藏伫心内，毋敢对任何人讲。所以即摆伫你面头前，你看到的，都是上垃圾的九星宫。这都是真相。不是，这不是真相。敢讲你毋是相信我所讲的？ 你敢有去甲你见面？我会记你迄当阵落雨，啊，不过我的心肝内充满期待，因为我上爱的人要倒来找我。我迄当阵就家家己讲，不管你讲啥物，我绝对袂搁再放手。所以，你讲你有来赴约？无毋对，我一去。 就看到一艘白云开，我就知影一定是你杀的。我足欢喜要去找你，结果，熊熊一台车冲出来，甲我弄。几个月了后，我总算是完全好完。我头一件代志，就是去找我上爱的人。可惜伊的身躯边已经有别人，这才是真相。 我讲的是二十几年前，今仔咱已经行到这，无法度再回头。想要教训这场车祸，让咱两个人分开，不是咱无愿意做的。 但发现这种代志，闹起就遗憾。都已经过二十几年了，就算是遗憾，也变是事实。咱就定了接受就好。也不过我相信。 咱能够重逢一定有伊个原因，假使是因为我，予你有一个不幸的人生，请你予我一个机会弥补。你是要安怎弥补？高世贤是对你做甚物代志，予你不得不听伊个命令？这是我家己个代志。那你等我甲你斗相共。拜托高师。
你已经高高大大二十几年啊，这次我绝对袂放手。再给我一挂时间，我今仔日伤忝啊。好，我等你。这次我一直等到你亲嘴给我答应为止。